友，您将要这个接受到的画面呢，请赶快把未成年的小孩全部带开，因为呢，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这个现象啊，这不是我们炒作，是已经存在的一个现象，那就是呢，大学生都很喜欢自拍，对不对？七成大学生有自拍经验，其中有三成三的同学可以接受全裸。哇，超夸张！全裸，我们先问大学生，可以接受全裸自拍的，请按圈叉。大飞跟大野，大自备的两位，大铺路狂，大野，大野为什么可以？我有铺路狂啊，他们都知道啊，打麻将也不穿衣服的啊。对啊，这是一种招数吧，让。就是说，你知道大家分心，每天天气很热啦。哦，对，有啦，他都会涂整身的油。哦，对对对，对啊，大家要围着他这样。大飞，你为什么也觉得可以？没有，我喜欢欣赏别人的，我自己本身是不敢啦，但是欣赏别人的很棒啊。大飞，那随便讲，你在网络上看到最火辣的女大生自拍。女大生哦，最火辣的我就是。小羊，哦，小羊，小羊，小羊，因为我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我要拍，就是拍内衣，然后就是让工作会比较多一点。因为我头夹好哦。Ken 哥就把麦克风拿掉，跟我讲哦，加分。哦，就这个，这个，就这个。哎呀，我的妈！这是小羊哦，好美哦，小羊，是我。大杯直接给他站起来看呐！我们敬你了，这个是门，对呀、啊。所以请问一下，女大生，那我们不要讲全裸啦，就是你喜欢就是性感自拍，然后在网络上让大家欣赏吗？有小米改答案了，刚刚是不愿意全裸自拍，但是性感照可以。对啊，就是感觉起来会拍起来蛮好看，而且我今天有带照片来耶，就这个。哎，哇，真的蛮，哎呦，好看的，好像是日本明星的，对啊，好美哦。所以其实我想女大生追求的还是整体的质感，对，对不对？妮妮也愿意。我比较不敢拍，就是露很多身材的啦。然后我有请一个很专业的摄影师露脸帮我拍，就我有带照片，哎呦，可是没有露很多，只有没有看到啊，没有露，是表情曲线。哦，有大家喜欢拍那种就是把自己当 Vogue 或 L 的封面，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猫猫不要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没有。是梁武帝说不准吗？太烦了，太烦了！排队旁边呐，我快吐了。没有啦，就是因为自己身材没有那么火辣，所以无法表现出那种性感的感觉。梁武帝。